是最棒的啊！坚持，坚持 ，OK go。一次，两次，坚持，再来一次。OK， nice， 漂亮， give me five， 不错不错，很棒很棒，来放松调整一下，来给点掌声。对呀，很棒，很酷，很酷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想不想喘了？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水，水，好了。你们帮喝水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但你们还留下，等一下问一下你们。你让我看到了你的内心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对。很坚强，一直在坚持。哎呦，我都哭了，不容易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次练完以后，就完全往那儿一躺，瘫，就瘫在那儿，然后很想瘫着。对，就是很想躺在那里，啪一瘫。对，到这个状态的时候，证明你是最棒的。我的大腿已经紧到真的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谢老师。客气，客气，客气。我也觉得我挺棒的。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。这就是那个。这是那个肾上腺素吧？有卫生纸吗？啊，好累啊！我想知道你刚才想哭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？就其实为什么想哭？做完只是觉得哦，天哪，好累！然后我竟然做到了。那你讲那句话就让我觉得很想哭。你就说，你真的是，我没有看错你，你就是一个坚强。我觉得这句话，我没有看错你。你就是一个坚强的人，这句话很催泪，然后就因为你这句话，而且你又很真诚的看着我，然后就觉得 ，Oh my god， 我真的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然后就哭了，一秒钟。来看我的眼神，你真的很坚强。哦，谢谢老师，不能再哭了。就是，但我觉得运动完就是会很畅快，所以我就把自己心里的感觉就很畅快的表现出来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